啊，英雄，你们还真是坚持不懈啊！你们的伙伴妄想与我的力量相抗衡，然后也付出了代价。现在他将服侍于我，而他的任务就是干掉你。 太迟了，朋友。 奈法利斯的腐化掌控了我，我已经无法控制自己了。我求你，凡人，快逃吧！在我失去控制前，快逃吧！黑色的火焰在我心中猛烈燃烧，我必须释放它。 火焰，死亡，毁灭！萎缩吧，凡人！面对奈法利安大王的怒火，不，我必须反抗！帮我，亚历士卓沙，我必须反抗！
我需要靠近一点。 他太远了，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 他太远了。 让赛事开始吧。 凡人的勇气开始消退了，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他们怎么面对黑暗之王的力量吧！烧吧！这不可能！我是这里的主人，凡人对我来说一无是处，听到了没有？都是废物！背包已满。 我无法携带更多东西。